网络上有这样的一段故事，在追求他的时候，他只说牵着我，到求婚的时候，女孩只听到了一句话，相信我。女儿出生，她在旁边说谢谢你。有一天，女孩问她，如果女儿要嫁了，她说还有我。这一生，女孩一次也没听过我爱你，但爱从没离开过。奇华教起礼饼。